转在一起，转在一起，然后拉，拉，哇，林永信，林永信，获胜，获胜，一比零，一比一，一比一，现在是一比一。好，一起找。找到一个很厉害的。哦，我找到一个，好，这边，好。好，瑞瑞跟新宝各一分。给我。老婆负一分。帮瑞瑞拔出来，帮哥哥拔出来。你知道怎么拔吗，林老师？你才叫瓜牛呢！哎呀，不要吵，有瓜牛。哎，真的真的有瓜牛哎。难怪这么火。你刚刚脚是整个踩到，爆了吗？瓜牛爆汁了。哎，这里也有哎，他们在这边吃哦，这个这是很大，另外一个我赶快一起找吧。这一只吗？林永信，你看啊，你拔的时候要走下去，从根里面这样蹦。你可以帮我吃。一二。好，所以妈妈是城市人哦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这样子旋转，你是这样往前往前。它是从这里，它有一个诀窍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好，对战是这样，就是一扒之后它里面有根丝，你就顺着，有点像在煮菜扒那个丝一样，你就顺着，可是有的时候会失败，就是顺着把这根丝拉出来，越到根部的时候越难拿，因为它下面这边比较硬，所以扒到底之后呢，你就把它这样子弄掉。新宝决战。可是我上面的那个不小心把它抽掉了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本来都会留一个像竹竿这样子。好，来啊，刘雅欣，先跟我一场决战。你手不要晃那么用力，好不好？勾住。哇，可恶！我你爸爸就是厉害，爸爸的心。不要动！啊，我居然我两次初级都失败，输给两个小孩子。太烂了！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你到时候自己断掉，我跟你讲哦。新宝，爸爸帮你做的是不是很厉害？好了，你跟瑞瑞来一场，加油！我在院长。哦哦哦！那我赢了，又赢了。没有，他只是瑞瑞来，没有。好，再一次。对，他刚还没赢。好，好，再一次。哦，我只是我的是。准备决斗。我赢了。然后再次赢了。你这一只很厉害哦，你这一只很厉害吗？因为爸爸做的。